鱼啊，我来了！何水怎么这么浑浊？一条鱼都看不到，还是换个地方再钓吧。年轻人，只有生活在浑浊的水里的鱼才能生存呐，才不相信你呢！哎，又有鱼来了！哇，这里的水这么干净，就在这里钓了。哟，嚯！ 得得得得得得得！怎么还没有鱼上钩啊？气死我了，还没有鱼上钩！怎么还没上钩啊？哎，哈哈，今天收获真多，回家喽！ 天都快黑了，一条鱼都没钓起来。嘿嘿，年轻人，这里是不会有鱼的。哼，这里水这么干净，怎么会没有鱼呢？ 还没有鱼上钩啊！可恶，我就不信这里没有鱼！我要亲自下去抓！哼！奇怪。 怎么一条鱼都没有啊！真倒霉，钓了那么久，一条鱼都没钓到，真是的！啊！救命啊！ 这是哪儿啊？好像是下游的河里。啊，原来鱼都躲在这儿啊，难怪上游钓不到鱼，一定要捉几条鱼回去吃。啊、鱼儿，我来了！啊，是食人鱼！啊，救命啊！救命！啊，救命！ 水清无鱼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水太干净清澈的地方，鱼是无法生存的。后来引申为对人要求太苛刻、过分计较别人的缺点，就无法学会团结，也就不会有伙伴哦。
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吧？